好，很高兴啊、和很多年没有见面的这个小妹妹啊、彩妆师 Vivi 啊、回来西部。这次呢，我们有一个拍摄的 concept， 就是那个黑天鹅哈，黑天鹅。然后找了一个小妹妹，然后彩妆方面是由她负责啦，她做一个黑天鹅的彩妆。关于这次的彩妆，你有什么启发？然后有一段时间没有彩妆。是，对，因为之前就是因为 MCO 过后，而且我也是出去，2019我也是出去了过后，也其实也没有什么动彩妆。那其实间中也是会，有自己玩这样子罢了。可是这一次回来过后，我才回来，一个月，差不多一个月这样子，三年就找到我，我想说，哎，好啊，这样我就来玩一下咯，因为再从回去化妆的这一块啦OK， 可是他给我这个主题的时候呢，我是一开始就头脑会有一点点的idea， 想说要怎么去画的，所以他其实也有给我一些图案看。那他启发到我是就是有去把想法在自己的想法加入到这个画这个彩妆这一个里面啦。但它这一个的彩妆就是里面是带有一点点小彩色的，但主要的颜色都还会是在黑色这样。黑白啊。黑白，但有一点点的小彩色。所以这次彩妆部分呢，很特别，虽然很久没有动笔了啊，我们也 OK 啦，还是会有在的。已经到我要的 feel 了，有了啊，感觉很棒。所以这次摄影的过程，当然还有两个朋友一起参与了。参与了我们这次去一个老板的一个那个是什么果园啊，应该是果园，他的果园里面拍摄。其实这一次的也比较赶嘛，因为他还蛮临时找我的，所以我们有一些东西当然还是没有准备到很充足，但我们也是要，我们已经尽了我们的能力去把它做到最好了。有时候不用太充足了，那个感觉一来了就抓着那个感觉走就可以了，那个感觉主要是抓得到。不错啊，这次拍得很美，女生也是第一次拍照了，第一次跟我们这样出去拍，还是学生，所以她这个模特啊也是第一次接触这个比较时尚模式的这个摄影，当然了，下次我们还会再拍一组，应该是室内了，室内，可以，好 ，Thank you， 谢谢，